2016年的4月11号下午的3点20分，乘坐加勒比海盗船 Caribbean Splash。这是所有前面有。好，咱们要开始了，它会转个弯，这个是90度的弯。然后是反向，然后前面就是缆车，然后往后，要往后下咯。太早了吧。哦，还是Oh my god， 要爆痛。好，现在走要走正前面了。最精彩在这边了。刚刚我们走这边真的是。好，双手可以往上。嗯，对。哦，3、2、1 ，90 degrees。还有炸弹哦！还有这边还有炸弹。玩三次了！哎呦，这个真是太厉害！哎，要急了嘞！Okay。哇，都是淹水了。